我未嚟之前，我以為杜拜係一個國家，好時尚嘅一個城市咯。好奢華，好多嘢都係人工起出嚟啊，人工湖啊，人工咩都係人工啦。最想喺沙漠裏邊騎駱駝，感受一下當地人嘅生活。阿摩令啊，即係呢個交通工具幾刺激啊？唔知以為坐緊越野車啊？有沙漠之外，都有滑雪嘅地方嘅喎，呢樣嘢真係好正喎！我冇諗過係360度轉，我以為就咁直接上落去嘅啫喎！好刺激啊！點算啊？我企唔到上，有冇靚仔可以救我？我唔係靚仔咯。最期待嘅就係 skydive 咯，我覺得人生點都要試一次。好靚啊！真係杜拜好勁，好正嘅一次感受。第一次同阿摩領拍呢個旅遊節目，有啲驚㗎。我怕他會蝦我我想要你真人示範的我又關我事餐巾啊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個是什麼來的就是一個很漂亮的設計收到這個通告說要去杜拜拍這個三日兩夜我就說會浪漫嗎還要跟 Matthew 點啊！呢一啖好唔好食啊？非常好食啊，好似不加魚。係咯，口味嗰啲好愛啊。我首先食到嘅咧，唔係魚嘅味道，係食到幸福嘅味道，有你餵喎，係咪先？總之好食啊！點解佢可以準備咁多服裝嘅咧？我全部師傅喎，全部都好 hea 嘅啫。第一次拍旅遊節目啦，所以就做咗好多 research 啦。咁應該喺沙漠之中著啲咩衫咧？咁樣運動嘅時候點樣嘅髮型會好啲咧？我希望可以拍出嚟好睇咯。我何廣沛同朱晨麗已經準備好，杜拜三日兩夜，即刻出發啦！你係咪要去沙漠？係啊。Follow me。好，跟住做。差少少，真係開唔了。